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绝世神偷》。江山如此多娇，你是如此风骚。狗逼秃驴来提货，废品车你都不放过。你他妈还是人吗？你牛逼就去肯尼亚轰你导弹，怕不怕？然后送去新加坡淹你十遍都不多。看看你这挫逼样，忘了那天景阳冈把你打成咸菜缸。你这人还他妈挺健忘，转眼又干上这种勾当，三下两下你就得手，确定没人这就推走，就得把你脑袋打成胎盘，裤裆下面塞条轮船，整个人怼成五连环。但是你还是他妈招人烦。气温已经39，北极母熊在招手，一米的身子，半米的腿，胳膊贼短，长得像鬼。靠近点，再靠近点，你他妈直接钻钱盒子里得了。什么臭鱼烂虾都来当小偷，肥头大耳真是欠抽。看你这猪腰子脸也不能接受，你呀就是欠顿胖揍。骑驴撬锁牛鬼蛇神，远看近看都不像人。狗贼骑在坐垫上，想带电驴去流浪，你他妈流浪就流浪，你带上人家电动车干啥？棕色外套猪皮怪，开锁你倒还挺快，骑上就搂60迈，你他妈是真欠踹。喊着庐山升龙霸，你妈嗷嗷揍你爸。旁边的大姐赶紧把自己的孩子推到一边去了，早晚断手人还挺手，不是臭虫就是疯狗。身轻如燕好身手，有门不走翻窗口。这家屋里还挺阔，进去全都不放过。但是妹子，我看你跟这爬了半个多钟头了，你还能不能进去了？哎，我擦嘞，女人看了会流泪，男人看了蛋全碎。小偷是个山驴逼，不跟大家多逼逼，背头小伙很生气，直接干出一里地。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，提醒身边的朋友们，微信关注绝世神偷，微信号神偷666，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奇葩小偷大神，赶快叫上朋友一起保持关注绝世神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猪司机带带我，我要上回命啊。别忘了点赞和转发哦，微博微信关注绝世神偷。